大晚上回家就看到有个人在我门口开锁，还是个女生。这玩意儿现在都这么嚣张了吗？干啥呢，美女？我租房子呀。啊，然后呢？租房子开我锁干嘛？这密码不是666888吗？嗯。啊，你就这样告诉我？那你过去，我看看。哎，开了。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。不是，你干啥你就往里钻呢？这我家，你干啥的？我租房子呀，钱都转过去了。这你家那 WiFi 里不认人呢？你租房我啥时候租给你了吗？这不是娱乐会吗？哥，这是玄武区，上面写了这是玄武融创。啊？哥哥不好意思啊，我找错屋了。没事儿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肯定不是故意的是吧？那你要不你就现在就赶紧走吧。可是这么晚了，都没公交了。没公交你打车啊，老妹儿，你怎么就虎了吧唧的呢？但是我刚交完房租，没什么钱了。那你还有多少吗？除了花呗，只剩1.36块。那这样，你把目的地给我，我给你打行吗？这不太合适吧？那要不你今天就睡着沙发。可是我怕把你家沙发弄脏了，要不我睡地板吧？那你就睡我卧室，不会弄脏。我睡沙发。嗯，不太合适吧？要不我还是睡地板吧，哥哥。房间里有新被子，你可以直接换上就睡。满意了吗？行，我去给你收拾。哎，哥哥，要不你明天借我2块钱坐公交？